九皇大帝圣诞九天庆祝期间，许多人如素。慈济志工前往素食街，邀约摊贩响应一人一善运动，放置爱心箱。可以放这个箱子给别人吗？好，为了不影响做生意，志工清晨六点就到素食街拜访。因为呢排睇大咁多生人天灾人祸好多啊，真系爱帮嘅地方亦都好紧要。但系冇旅游系唔得噶嘛，都系多多少少都好嘛，生意好系九日啫嘛。共有十一位摊贩放置爱心箱，志工在庆祝诞辰的最后一天逐一回收。我来收钱，你也来收。你们有爱心就好啊，感恩啊。发生什么事情，慈济永远是第一个到，永远是第一个到。所以你觉得你募了这些钱，慈济会拿去做什么？慈济会拿去救人。那你在放在你的档口，响应的人多吗？响应的人很多。反而更好生意，有些人看到慈济的那个，我反而更好生意。是是，啊，干干干。一人一善，募集大家点滴爱心，共创祥和社会。大爱新闻，杜慧熙、余韶莲、蔡迪根、陈敏，马来西亚报道。记者关心。